三渡十八弯啊，现在是来到巴生山漂流大峡谷。这个大峡谷有一点半废弃的状态，但是这边依旧还是有营业的。你看这边有个小卖铺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那个前往那个汤凉有没有路啊？从这边下去有没有路下去？这边没有，要往这边走。哦，要往回走。哈哈，啊，那太不算路了。哎，你们这个景区现在还有在开放吧？啊，有在开放。有在哦，好。这边就是巴香山漂流大峡谷，漂流咱就不玩了，因为穿了这身衣服出来，等一下湿了就不好了。看，前面那里也有走廊的。现在是在一个峡谷之中，你看周围都是高耸入云的这种山体啊。咱们到前面去看一下吧。既然已经开车开到这个地方了，不去那个小溪村看一下也不好，所以说现在只能是硬着头皮前往那个小溪村了。然后等一下逛完小溪村之后，还是要原路返回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有没有路前往那个汤凉啊？那边在那个凹洞头，那个有公仔头杆上去不？哦，这边没有路的。从那个顶进斧头过去不？这里过不去。过不去。哦。啊，没有路啊，真的没有路，那就没办法，等一下只能是往回走。巴香山小溪村。好了，算了，不往上走了，上面有狗。有狗就怕怕呀，有狗等一下给它咬一下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到里面看一下吧，逛一圈然后就回去了。你看这边还是挺多狗的，不敢随便乱走。哇，这里一群狗啊，把我吓死了。应该没事吧？这边是东江特委，青史巴香山烽火驻华章，应该里面有一些当时这个东江特委的一些简介。希望这些狗不要咬我。我要慢点走，小心一点，好怕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在这边旅游的。你旅游呀？对对，旅游的。哦，青云楼，你们这边是贵姓啊？啊？贵姓啊？这边是什么姓氏的？姓曾。姓曾。姓曾。你们搞什么的？啊，我过来旅游的，过来旅游的。这边有个牌子，写着中共东江特委旧址抗日游击队杭江纵队第五支队成立旧址，到里面去参观一下。哦，是你养羊啊？两只羊是你的？啊，对啊。哎，里面可以进去参观吗？是吗？可以进去看吗？这个？啊，对啊。这个不是我管理的。哦，不是你管的。哎，你这里不是有那个什么介绍啊、简介之类的东西吗？这个我不清楚。我不清楚。对，我不知道。哦。看来这一间青史馆还没有对外开放，还没有正式好。
但是从这个牌本上面有稍微的记载了一些当时在1929年的一个革命情况。八香山是东江特委红十一军成立的地方，为闽粤赣边区粉碎反动派围剿和抗日运动提供了巨大的作用。从1927年至1937年，坚持了长达10年的武装斗争，共有10000多名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。光辉的岁月不是我一个普通人可以只言片语说得明白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不能忘记历史，不能忘记革命先辈，没有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，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。如今的八香山云雾缭绕，奇峰叠嶂，原生态森林覆盖率超过90%，素有片长氧吧、避暑胜地等美称。算了，回去了。下来的时候有多爽，回去的时候就有多狼狈。哼，因为刚刚下来这里的话是一路下坡，一路下坡我是直接空档下来的，很爽的那种感觉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这边有没有民宿的？我们这边有啊。北门，在北门这边是南门，那北门那边有，我们有那个酒店，还有那个民宿，很多。还有是什么价格的？价格的话，我们具体要问我们前台。哦，这样子，好，好，谢谢。